西丽光复宫三楼的观音殿已经整修完成，在二月十三号将举办安龙社土仪式。庙方特别邀请二轮轮拜西丽顶北乡镇百二庄的宫庙到顶来庆祝，并且由庙方人员甲信徒放车好爷做伙骑着卡达车到各庄的宫庙来送邀请卡，希望大家一旦踊跃来参与。西丽镇光复宫人员一透早就放车乌爷做伙骑着脚踏车，准备要前往仑背乡的开山宫，要来送这次安龙社土仪式的贴啊。这种邀请的方式，会当讲是相当的特别。阮七五报时吼，就是要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甲咱百二庄的各宫庙吼，诶邀功来报告，就是讲阮西丽妈老大妈庙即摆。阮三楼的已经拢整理好啊，要做一个安龙社土的仪式。西丽镇光复宫三楼的观音殿用了未少的时间整修，真无简单顺利整修完成。庙方一定要伫十二月二十三号举办安龙社土仪式，并且邀请二轮轮拜西丽顶北乡镇百二庄头的宫庙做伙来庆祝。吉安大发会哦，欢迎哦，咱这些信众好朋友来参加到咱这个。发挥中间哦，咱服务项目有超越祖先、甲英灵、甲咱这个哦，这全部拢总是免费活动哦。啊，请咱的善男，咱这善男信女，这信众好朋友来多多利用。为着要将这个好消息让大家知影，光复宫为十一月初开始，每礼拜六、拜日，拢奉请好爷做伙骑着脚踏车，到每一间宫庙来参拜、寄贴啊。一定要用八天的时间，把这些贴啊发了。参加的信徒表示。会当用光复宫的名义来走百二庄头，除了会当运动身躯以外，也非常的欢喜。告知说，那个今年就是观音那个落成啊，就是重新就是有粉刷啊、路甚物安座，百二庄嘛哦来报喜啊，观音殿整修安龙社土哦啊，邀请这百二庄共同来参加这个盛会哈。啊，咱西丽光复宫老大嘛啊。诶，好友讲啊，来到咱阿伯了天宝宫啊，来甲恁送贴啊吼，啊，咱也感谢。骑脚踏车到故乡镇拜访，这是比用行的更加亲切，嘛有百二庄头的宫庙感受到光复宫的深深邀请。期待二十三号即天，各宫庙会当出席社土典礼，来欣赏整修完成以后美丽观音殿。记者林建宏采访报道。